知影咱的骄傲要伫倒位做。少年的热情又搁剩偌济，一句接百话，算不敢打电话，怕厝内的烦恼我敢有好过？咱到底需要一个安怎的社会？认真打拼，予人当作是笑话。今个不忘一个出头的机会，心酸甲无奈伫心肝底。所以咱唱着一条歌，唱出心内的希望，拿一张白纸画出咱的路，坚定向前行。斗阵唱着一条歌，咱拢是台湾的囡仔，就算路歹行，咱拢不惊，予台湾的选择带咱来行。荣耀属于你们，请大家给自己及我们的台湾一个热情的掌声。这一场运动盛会，让台湾用运动和世界交朋友，让台湾更紧密地融入国际社会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故事，台北是一个光荣的城市，美丽岛、福尔摩沙将继续带着海洋子民的勇气和开放的胸襟，勇敢地航向全世界。谢谢大家。斗阵唱着一条歌，咱拢是台湾的囡仔，就算路歹行，咱拢不惊，予唯一的选择，牵阮来行。下一个四年，我们一定要让改变一张白纸画出咱的路，一步。我都选择搭经济舱。我当市长的时候，那钱都公家的。那我现在，我们的钱都是募来的，不要用别人的钱，用的这么慷慨。当年你知道拆掉那个忠孝桥引道，六天把它拆掉。我相信呢，哈，台湾没有一个其他的政府、县市政府有能力这样表演一次。所以他回到那一句了，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。常常是这样的哦，我们对人家好，人家是一定对我们好，当然是不一定。但是99.5%的事。所以不要为了0.5%放弃99.5%。柯文哲他是救我儿子的救命恩人，他委屈我会跳出来。我在这一次他选总统，那我终于可以投到票，我就做一个感谢函在门口。文哲，你加油！善良人会听，真正真的人会相信。斗阵唱着一条歌，咱拢是台湾的囡仔，就算路歹行，咱拢。台湾的选择，带咱来行。